大家都拿出看见来。明白。可不仅仅是依靠经验。和我想的一样。听从柴突击。我会听从命令，接下我这一击。我还挺擅长暗杀的。这是个可以鲜血吧？我很强的，看我的厉害！要去哪儿？把他们交给我吧。小心一点，神灵啊！愿您倾听我的声音。听从柴突击。听从差遣。哎，当成在直播就好了。接下我这一击。各位，别想前进一步。啊！小心一点，神灵啊！把他们交给我吧。有谁需要治疗？越用好。要去哪儿？进攻！别想前进一步。可以鲜血吧。完美的和谈，我早说了，打打杀杀太杀风景，还是和气点好啊。